杨先生，好久不见。现在公安局在四处抓你们，我想你们应该知道。我告诉你，15天之内，我们必须拿到苏联提供的米格发动机图纸。我见到要和服两河洛丽莎了。那他们什么意思啊？想威胁我们。朱爱成有点意思吧？盯死他身边的人。谁啊？人呢？ 大哥，认错人了吧？大哥，停下！我想明白了，我想明白了，我出事给你挑埋我的条命，我啥都不管了，我什么都不管了。安陆阳，你个小王八蛋还够机灵啊！我告诉你，老子是图财，等一下。 大哥，罗丽莎打电话来说，他们和姚贵阳已经接触上了，一切都在按照您的计划进行。还有呢？他们盯上了姚贵阳身边的一个女人，让他们自己小心点，先查查那个女人的底细。知道了。还有，给安长春去个电话，把情况跟他通报一下。您的意思是？ 让他放明白点，别站错了队伍。是，大哥。龙哥，事情都搞定了，这人安陆阳给他十根金条。老七啊，喝杯酒吧。谢龙哥。龙哥，我觉得这件事恐怕完不了。你是怕安陆阳报复我们？安陆阳我倒不怕，但是我们惹不起姚贵阳，他有钱有势，现在整个临江就是他的天下。万一他插手的话， 很快就会查出这件事是我们来办。这件事啊，我也考虑过，可是同龄帮过我们，我们不能忘恩负义。再说了，这是为人之本，江湖道义。龙哥，这个我明白，可是我们现在……有话直说。龙哥，解放前我们龙堂八少在临江那是什么名号？可是现在， 就剩我们兄弟两个了，我们斗不过姚贵阳。老七啊，这件事情既然做了，我们也不用害怕。明天一早，我们拿着这些金条离开临江。离开临江？我们去哪儿？去广州，那里有自己的兄弟，我们还是先落了脚再说吧。 其实有些事想一想，挺窝心的。有什么好窝心的？现在红旗遍地，共产党的天下，我们呢，也该洗洗脑子了。那龙哥，你的意思是？我没什么意思，去，把我埋在地下的好酒都挖出来，今晚咱们兄弟来个一醉方休。哎，龙哥，看你这意思是，我们兄弟今后就不打算再回临江了。 龙堂已经不存在了，临江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意义。我说了，现在我们要洗洗脑子，你应该明白。我明白了，去吧。好的。
厂里去的，不能买卖东西。酒庄长不发工资，让我们怎么活呀？是啊，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，这日子没法活了。这日子没法活。我是公安局的副局长林小海，也是专案组的副组长，大家一定要冷静。吴连长，怎么回事？这些老百姓都是酒酒厂的职工家属，他们在这儿摆摊卖东西，但是上级严格规定，军事管理局禁止逗留。你是公安局的领导，你给评评理，我们实在是没办法活了，才在这厂区门口摆摊的，就是想挣钱养家糊口，我们有什么不对呀？啊，跟他说有什么用？要是不让我们在这摆摊，就要和他们拼了！拼了！拼了！妹妹，你们想来？听我说，你们所说的情况我非常了解，而且市政府和九州厂的领导正在全力的解决这个事情。但是这里的确是军事禁区啊，部队有部队的规矩，这里的确不能摆摊设点，对不对？专案组在九州厂为的就是破案子，抓到罪犯。把欠九州厂的钱全部都追回来，我林孝海向大家保证，给我十天的时间，十天以内，我把大家所需要发的工资全部发到你们手里。爸，把门关上。找我有事儿啊？多丽莎和何福亮昨天晚上跟姚未央见过面了。见啊啊！喊你个屁呀！不是爸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管我怎么知道的？姚未央怎么反应了？啊，好像罗丽莎他们没找到想要的东西，然后开始威胁未央。看来大戏要开幕了。什么大戏要开幕了？我怎么没听明白呀？你听那么明白干什么？反正我们的钱快要回来了。你看，你越说我越糊涂了。不是，爸，这都哪跟哪儿啊？行了，你别问了。林志强最近在干什么？林志强？哎呀，他还能干什么呀？瞎混呗。你马上联系他，说我有事要让他做。好，那我去找他了。快去吧。林副局长，我听说你刚才许诺十天之内给工人发工资。龚厂长，不是我许诺，是我替你许诺。替我？你这不是？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我没开玩笑，真的是我替你向大伙许诺。天哪，我哪来的钱给工人发工资啊？厂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了解，你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？冯厂长，如果当时我要是不这么说的话，现场控制不了，出了大问题怎么办？这我明白，但是其实你也不用着急，我粗略的替你算了一下，如果说我们把欠九州厂的债要回来二分之一，够你发一次工资了。那要是要不回来呢？如果要是要不回来，把仓库里积压的产品卖掉30%，也够你发一次工资了。你放心，追回九州厂的债务也是我们专案组工作的一部分。林副局长，你报告林副局长，拆机房修好了，随时可以走。好了，佟站长，我出去办点事儿，回来以后我跟你详细的谈一谈。这次我们的经济工作很重要，领导已经下达了明确的指示，所以说我们要各负其责，把自己的工作做好，让领导满意。啊，
正在开会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安科长，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看看这些告状信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这些都是上诉信和检举信，是九州厂的工人们写的，其中一部分是检举我们的管理干部行为不端，没有为国家的利益尽责尽职。林副局长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九州厂的债务清理工作才刚刚开始，有一大堆对不上的单子，其中有一半是工业局行业管理科，也就是你安长春同志同意延期付款的。为什么？林副局长，这是协调管理的一种现行方式，也是由我们工业局领导决定的，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。再说了，你们公安局专案组是查诈骗案的，这要债的事儿和你们没关系吧？安科长，那我可得非常严肃地纠正你一下，既然成立了专案组做专项调查，那么清理九州厂的资产也是我们专案组工作的一部分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请你马上打电话给这些欠款的公司，要求他们立刻付款。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这些公司可都来说过，他们都是经过你的同意才延期付款。他们这是血口喷人，你不要生气。安科长，别那么激动，到底是你个人还是工业局领导层的决定，这个我们可以再找一个时间来论证。但是拯救九州厂不是你一个人，不是一个单位的事情，而是整个市政府和整个临江市的事情。目的非常明确，欠九州厂的款是一定要追回来的，这是必须的，而且没商量。你王书记，姚书记，请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安长春在工业局是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，同志们是有目共睹的。你不要相信那些流言蜚语。以后怎么这么热闹？姚书记，方书记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安科长，我请来的。小海，你这不是恶人先告状吗？什么告状不告状的？既然我们都来了，那就现场办公吧。佟厂长，这跟大家发工资的事儿靠不靠谱啊？我怎么知道？可这要是通知了工人，到时候发不了工资的话，这工人们非把厂子给砸了不行。砸厂子？砸厂子是小事，工人会把你我的皮给扒了不可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。不过，我觉得林副局长挺自信，他应该是有底气的。按您的意思，这工资表我照做。照做。话都已经放出去了，听天由命吧。好，您的意思我明白了。佟厂长，解放军把厂门口给封了。什么？王秘书，这是往哪儿运东西啊？应该是十一仓库，上回就运过一次，我还去问过，人家解放军说保密。报告，徐怀亮前来报告。于胖子，哈哈，想死我了！哎呀，领导，我听说你现在可是当了公安局侦查处的处长，威风八面呀！什么威风八面的？那都是组织上的安排。哎，对了，李团长呢？他回去了，让我专门在这等你。哎。
但是他现在可不是团长了，是我们公安局的林副局长。行啊，你们这些当领导的可得好好请我喝一顿酒啊。没问题呀，这第一顿酒我老雷先请你。哎，胖子，这次运的啥东西啊？啥东西我也不知道，上级啊说是机密。哦，真这么神秘啊？领导，我先卸车了啊。嗯，好，来，老李。林小海，到。你承诺10天之内给九竹厂工人补发工资，胆子不小。姚书记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如果我不开口说话，那局面就很难控制。工人和家属情绪非常激动，现场乱成一片，十分危急。如果发生了冲突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你是一句话，可你知道这需要多少钱吗？我已经问过佟厂长了，每个人5000。所以，你就拿这些信找安强春科长，对吧？这些信是九州厂工人们的呼声，我来找安科长也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想让他出面做做工作。再说了，那些公司就是欠了九州厂的钱，而且这些钱是必须要还的。肖书记，我也是按规定办事儿，这点我们汪局长可以作证，这都是领导开会决定的。领导开会决定的？那我问你，那些欠九竹厂款的单位明明合同到期了，你为什么还给他们办理延期手续？这个在规定的范围内允许再延期，所以什么？站着说话不嫌腰疼。我看都是你们汪局长太纵容你了。你马上告诉那些欠款单位，限期还款，折合银行的利息一分都不能少。姚书记，请放心，这事儿啊，是我工作上存在疏忽，我马上派专人去处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对群众利益麻木不仁的干部，在临江绝对不允许存在。老子陈旧的观念必须改变，在这一点上谁也不能例外。市委决定给九竹厂贷款1亿元，以解燃眉之急。1亿元？那是我说对了。小海，这1亿元的贷款是经过市委开会研究决定的。但你也知道，我们国家现在还很困难，毕竟九州厂欠债太多，这1亿元对银行来说也是有很大压力的。汪书记说的对，解决九州厂的根本问题还是要靠公私合营。张市长已经表了态，争取在2周之内拍板这件事情。2周之内？吴阳哥，我见过吴律师了，他说从宏伟公司和九竹厂当时的合约来看，应该没啥问题，让我们放心。我是怕张东海会不会留了一手。留一手？张东海兄弟已经死了，他跟谁留一手啊？你忘了，张东海还有个老婆。您说他老婆知道什么？可是我听说他老婆早就跑了，没准现在人已经到国外了。再说了，就现在临江的情况，我想他老婆打死都不敢再回来了。不回来，不回来就是他命大。林副局长，你可是我们九州厂的大救星啊。大救星是共产党和毛主席，这话你可别乱说啊。这1亿元的贷款现在解了厂里的燃眉之急，但这只是跨出去的第一步。对，说的没错，但是只要有了这些钱，我就能在半年之内让九州厂见到效益，也好给全厂工人和市政府一个交代。说得好。林副局长，
我组织了一批销售人员，马上出发到全国各地去搞销售。他们现在正在会客室，您去给他们讲两句，鼓舞一下士气。好啊，走。走。哥，来。干了。干了。来，给您满上。哥，您今天怎么想起请我喝酒了？我不光请你喝酒，这钱也是你。哥，是给我的。是啊。不对，哥，您有事儿。你帮我查两个人。查人？找把两个人看清了吧？找到之后马上通知你。没问题，哥。来来来，喝酒。来，我敬你一杯，哥。好。刘局长，这上面有将近十米，就算是敌机轰炸，也未必能炸穿。而且这里的面积也不小，这是个好地方啊。很不错，把徐胖子运来的东西全部存在这里。好，我来安排。还有，把锦衣连的战士调到上面十一仓库住宿，理由就是废弃仓库再利用，把他们原来的宿舍给那些工人住。哎，这是个好主意啊。这样，我们再把门口的场地改作为训练场地，就更加保险了。就这么办。好，走吧。报告。什么事？张师长，公安局的林小海同志来了。好，请他进来。好的，请刘副局长。张师长，哎，小海啊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哎，您坐您坐。哎，你来找我是什么事？张师长，你看我现在刚刚到九州厂，很多情况都不了解，而且经验不足，这不来向你请教吗？你经验不足，好了，你就别再跟我谦虚了。有什么事情啊，就直接说。我就是想找你来了解一下案发前九州厂的资金流失情况。哎呀，这个情况你不是知道的吗？张东海在职的时候，啊，出现过多家公司的假订单，导致了将近2亿的产品无法转资，结果呢，全都积压在仓库里。还有呢，就是张东海用来购买基建更新设备的钱呢，那全都是专款呢。结果这些款项呢，被搞得无影无踪了。这加起来呢，就将近有4亿啊。除了张东海以外，还有其他人参与这件事情吗？应该是没有了，因为所有的合约全都是张东海签的字。张师长，你来帮我分析一下，张东海吞下了这么大一笔钱，很快就被人杀掉，这件事情会不会不是他一个人干的？说心里话，我是抓工业的，你才是这方面的专家嘛。不过你既然问我呢，我就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。这件案子的背后啊，肯定是大有人在的，所以才需要你们专案组去侦查。我希望你们一查到底，早日破案。干嘛呢？哦，处长，你看，这是上海公安局发来的资料，
卢丽莎已经确定为国民党调查局特务，真名叫方小云。车在路上出了什么毛病，耽误您时间了。你电话里说有事告诉我，什么事啊？哦，长兴镇五金厂厂长一大早就去市委了，是我接待的。他说五金厂的股份评估太低了，可是又说不出个什么具体原因来，所以我说他问清楚以后再来。五金厂的事情我清楚，公司合营本身就存在着利益关系，各说各的理，但不管谁说，必须拿出真凭实据，必须要经过严格的审计，我们一律公平对待。你把我的话传给他们。是。月玲，领导，请你喝汽水。你怎么来的？我怎么就不能来了？我来看看你，不行啊！嘿嘿，我没别的意思，你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？那你忙你的工作嘛，我就是来看看你，顺便给你说点事儿。哎，喝汽水。看什么呢？没看啥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这几天呢，正在设计工艺印画，里面需要几个解放军，你能帮我找几个精神点的来给他们拍照片吗？工艺硬化，嗯，好啊，嘿嘿，我啊第一个报名。你啊，你以为你长得很帅啊？我才不用你呢。哎，月玲，你可别小看我呀，我当年也是军中一美男子。切，我明白了，嫌我老了，要年轻的，对吧？哎呀，谁嫌你老了？我就是想找几个精神点的，不要你这种胡子拉碴的。明白了。打仗那会儿啊，不讲究这些，现在都解放了，要注重形象。嗯，嘿嘿，这样你拍的时候啊，我一定派几个形象好的战士去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说定了。那你先忙，我先走了。我送你啊，走。走啦。好。哎，等一下。汽水瓶。走啦。哎。处长，哎，柳亚，你说处长觉得这汽水好喝吗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别说是汽水了，白开水也甜。别说，你分析的倒挺准确。哎，处长，你什么时候请我们两个喝过汽水啊？你们两个起什么哄啊？啊？我没请你们吗？哎，柳亚，处长请过你吗？反正我是没喝过。我也没喝过。柳亚，买汽水去。我请客，你先掏钱。去呀、啊！王喜，把车准备好啊，等会儿我出去。是。臭小子。桂花，你尝尝这个茶。不用尝，一闻就满鼻清香，肯定是西湖龙井。看来，什么都瞒不过你这鼻子啊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杨书记，安长春找过我，在公司合营方面，我觉得他的方案确实有点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有人愿意入资合营，却不愿意负担厂里的债。这种入资的条件从理论上说得通，但是实际上确实没有办法执行啊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安长春的方案肯定不行。
如果有人愿意入资合营，必须负担厂里的债务。我明白了，是。范爷怎么说的？让我们接触范雅芳。范雅芳？她不是姚远的老婆吗？就是她。我在临江跟她有过一次接触，算是比较了解。但是姚贵阳并不知道我认识范雅芳。这么说，你有主意了？是该用得着慧娟的时候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慧娟有个朋友叫伊娜，她是羽毛球教练，范雅芳和伊娜是朋友。你是说让慧娟出面做介绍人？对。我还找人给你做了一套北京美术家协会的证件和资料。喂，你等一下啊。喂，你确定是何福亮？在什么地方交易？好，你去交易，我让老飞配合你。好。你马上派人去仙人湖，记住，抓活的，千万不能失手。事情办成之后通知我。事你查的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放心吧，爸，我都按照你说的去办了。林立强钱都收了，哦，他还没回话呢。不是，爸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打你干什么？罗丽莎让人给何福亮做了一套假的身份资料，他们约好在仙人湖交易了。交易？爸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知道的？我还告诉你，等你回话，罗丽莎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呢。既然你这么厉害，那你以后就别找我了呗。你个蠢货，我都不愿说你。我告诉你，我盯紧你的姚贵阳，有什么情况你告诉我。我说啥说？我是个蠢货，我啥都不会干，我还嫌累呢，我不管了。我说话你能不能听明白？我听不懂。我骂你是恨铁不成钢，我是你爹，我能害你吗？行了行了行了，我按照你说的办不就完了吗？赶紧去。知道抄我。忙忘了，我马上到啊，再见。小林啊，你给先生打个电话，问他回不回来吃饭。如果他不回来的话呢，你就别做饭了，我去打打羽毛球。好的，太太。Thank you.
放下，这是我的好朋友慧娟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雅芳，久仰大名了。哎呀，什么久仰大名啊？雅芳，对了，慧娟有个朋友啊，她想在临江搞个画展，她听说我跟你认识，所以啊，就托我也让你们认识一下。那一定是个大画家啦。啊，也不是特别有名，她只是从小特别喜欢画画，但是我觉得她的山水画得不错，所以想请您给指点一下。哎呦，我谈不上指点，我呢是画油画的，不过在办画展方面我还是有点经验的。依娜，我就说找对人了。那是我们雅芳啊，可是在临江办过大画展的艺术家。哎呀，好了，别夸我了。哎，咱们先打会儿球吧，等会儿我那个北京朋友来了，让他请咱们吃中午饭。行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对了，雅芳，慧娟球打得挺好的，要不你们俩先较量一场。啊，我行不行啊？有什么不行的，不是有我在吗？我给你加油。好吧。完事之后我直接回刘连杰宅子。好的，我去拿资料。你小心点。你也要小心。你来了，慧娟，你今天真漂亮。啊，对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好朋友依娜，这位呢就是大名鼎鼎的范雅芳。哎呀，别乱说，我可没有什么名。你好，我叫何福亮，来自北京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你好，何先生，听说你想在临江办个画展，我们雅芳可是能帮上你大忙的。真的？那真是太感谢了。别老说感谢了，中午饭你请，我们现在可都饿了。没问题，这顿饭必须我来请。那行，你先等我们一会儿，我们换个衣服马上就来。好。嗯，走啊，雅芳，走吧。哎，等罗丽莎再次潜入临江，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任务。我知道，你还没有拿到米格发动机的图纸。我需要3亿人民币以上的订单。没问题，老板，要不要派人盯着他？你亲自盯。如果他去见了不该见的人，马上回来告诉你。罗丽莎可能已经出事了。是谁干的？是姚国阳。常常忘记自己身在何处，
为了信仰前行赶路，停不下脚步。当一切被乱象迷惑，所有的倾诉成为负数，当正确变成错误，爱与恨带来缘分的迷雾。若时间就此停住，你我将彼此看得更清楚，走向彼岸，峰回路转，将灵魂救赎。别再陷入欲望漩涡，快找到自己回家的路，不要去留恋过往是与非，一切终将会结束。